最厉害是什么？就是这样子斜切的排扣。排扣的话，这里帮你们做了什么？假排扣的部分，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暴扣问题。领口的高度呢，也不会让你露出任何的内衣。弹性度也是爆炸弹。来，你自己看一下，我拉这边。S 号、M 号、L 号绝对都可以穿，在下摆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友善，因为你搭一般中高腰的裤子是不会露出肚肚的。这个小开洞啊，我觉得是让整体来说更加有造型，它是那种立体的直坑条纹，所以对于手臂的修饰啊，会让你更加窄、更加修饰的感觉。然后手袖这边也完全没有紧勒住腋下任何不舒服感，完全没有。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显白，然后呢气色也会提亮，这样会气色会非常好。领口的部分呢，帮大家做一个方领的感觉，让大家就是可以露露一点小锁骨，有点这样子显瘦的效果哦。它不刺眼，因为我里面也没有再搭其他的那种内着，就是里面就是直接这样单穿，就是非常的亲肤。张子居然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